嗨，欢迎回到第37集，准备开飞机的那一集。会不会玩到得癌症呢？就来看看玩到结束会变成怎样呢？怎么直接 auto save 哦？哇，这是上天赐予我的超能力，非常感谢哦。没有，这是因为这也算一个任务嘛，所以他就对，因为他也算一个任务，所以会自动存档。耶耶耶，没车我要怎么办？哎，老土乡巴佬在老土也是有一台车的吧？Okay, cool. 怎样 ？Catalina, what have you brought me? What? 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谢谢你们。要不要下车啊？哈，啊，啊！我是乡村杀手，完了直接变，真的变乡村杀手。我直接穿乡村衣，拜托了。Nice， 算这个任务算最简单的啦。哦，没有比五指买赌场那个更简单。这只是去机场花钱买机场而已。让我们看最近的路线哈。Oh, that's cool, man. 我还钻火车隧道呢，再说也不可能两台同时行驶撞到我吧？两台火车来的是不是火车都不知道。What the fuck？ 大地突然凸起。What the hell？ 好怀念哦，好怀念哦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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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跟你讲，老土乡巴佬在和善也会变成恶魔。哦，bicycle！ 你不要射，不要射！哦耶！跟你讲，你射出来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你要怎么对我负责？我可以先开这一台吗？等一下啦，知道怎么上啊？他妈的，我眼睛要瞎了！这种到底能不能上啊？算不上了，只给看不给上是怎样啊？这就对了嘛，我知道你是谁啦，反正都是你啦，没有别人会开这个。好了，你快滚下来啦！他妈，你越开越远是怎样啊？不要走啊！算了，不给我开你也别想开了。你怎么又是你啊？我现在仇富心态哦，就你那么多台车，我车只能靠墙存起来，隔天就不见了。快上机车啊！你为什么不上机车？扶起来啊！干嘛？你比较喜欢嬉皮车？妈的，愁死了！快点上 ！What the fuck？ 妈，你们去死啊！小，不要骚扰我、啊！靠腰，靠腰！哦哟，你很烦你，很烦你！喝醉射不到人啊，妈，只有这垃圾可以开吗？好，虽然我很可悲，但是我还是飞过来了。希望下去不会有人把我射死，要不然我会哭出来。好，跳鸡巴，啊不，跳鸡巴。啊，哇，成功！哇 ，auto save。先让我进屋子里安安静静一个人好不好？乡巴佬要准备学怎么开飞机了。嗨，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？Yes。好了，我开了，我练了，好不好？再记录一次，因为刚接电话那个动画，我不想再看一次。OK， 晚上开飞机真快乐。好啦，其实我比较偏好早上开。我靠腰，go sweet home 啊！妈的，我这是哪里？这里不是 home 啊，这里是飞机场。我刚卡到，然后传送，然后我又被卡回来。好，开始吧。学会怎么飞行，这么简单，我哪不会啊？闭眼睛都会开，开玩笑了。飞机八王上的时候，OK， 按下起飞，按二收回。哦，数字键的二，我也是右边数字键的，我原来是我那个 W 上面的二。好啦，这么简单我就直接穿越了。哇，他妈的相反方向是怎样啊？完了，但很难控。啊，没事啊，当我的铜牌就好了。这是啥呢？哦，这落下，向反方向就只是左右边相反了。简单啊，不简单啊，简单啊。金牌，好，猜猜我要干嘛？闭嘴了！啊，好可怕的声音呢，我要去记录一下下哈。OK， 简单啊，跟喝水一样。不，但是我想是会溺死的那一种喝水啊。环绕是吗？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？但是这些飞机到底是不是随机的？管他的，反正他都只能给我会飞的。OK， 我们要大回旋，那个也太淡了吧，那个圈圈。就懂吗？得你，我要挂了你！啊！乘客全死亡，这只是开玩笑的吧？训练怎么会死啊？那、啊、我没有过来记录，我要从超远的地方开始。哦，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正常的、啊。好臭，好环保的飞机哦！我现在有疯狂的驾驶手感，随便转都转得了，良性模组。但是有点太优良了，等一下，有点有时候转得太过头了，
所以我们只需要轻微转动一下就好了，它就会很敏感啊。那因为哦哇哇哇 ，what 怎么没有高分 ？Woo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， 那个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好像对空中没影响，好像需要摩擦力才可以。我现在只有跟空气在摩擦，所以不算了。等下我要重来啊！我只是在这边绕圈圈绕两辈子啊。To the left, to the right， 可以不要再给我一样的吗？有一点创意好吗？不是啊，这也太难开了吧，白痴飞机！哦哟，怎么说空中也会被影响？刚不是不会吗？他妈怎么没碰到啊？不要再给我这台垃圾的东西。Teleport to the OK airport airport， 我在哪里的 airport 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在尿尿啊？我不是说了不要垃圾，傻小啦，怎么更烂啊？太大了，啊，随便啦，不，妈，好啊，就这么大啊，就给我这么大就好了，不挑我不挑了啊，敢这么胖飞完也没有牌啊，靠腰我没钱了，为什么？太慢了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太慢呢、啊？对，哦 ，nice， 那怎么切模式啊 ？What the fuck？ 好不容易换到一台好的。至少我变有钱了。那喷射机要怎么换模式啊？哦，那按键都那么奇怪，也不讲一下，全靠猜。Nice， 但是请问要怎么不要往上飞呢？换到好的，我却不知道按哪一个可以让它变身。变身啊！你倒是变啊！到底按哪个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我要低人称呢、欸，他妈低人称、欸！你不能突然切低人称，我已经算好那个大概距离，然后你就突然哦，随便你切，随便你切，我操！妈的，我把那个关了，哈哈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只是不爽刚刚那个效果。干，好，我关。啊 ，It's down， 要60秒内才有金牌，才有牌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啊！你知道这换飞机然后又要赢很不容易吗？只有混乱模组会比较好100%，因为随机模组一直乱跳，那个规定好的车辆都长不一样。好，环绕并着陆，好简单呐、啊！他妈走啊！这到底要怎么往前啊？这样子哦，当直升机开啊？不是要怎么切效果啦？好，成功了，我按什么？没有成功啊！妈的骗我！我骗我！玩到有那个喷射机那一关，他才会告诉我是吗？好，绕一圈并着陆，简单。问题在于快快慢慢。啊，回家回家。这样着陆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？我要再绕一圈了。刚刚应该就直接放慢速度了，最后一个。好了，我要跟不正常人一样坠，不是坠机啊，着地了。至少给我个铜牌。哎，我还没到你就给我评分是怎样？这也太慢了吧！这也太难按了吧！好了，没事，我找到解决方案了，按8就好了。骗我！你骗我！没有，没有啊！为什么要按住一两秒、欸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还有这样子操作？不是啊，现在来得及吗？啊、算了，管他，试试看。好，来不及了。好，至少我知道怎么开这个旧版的喷射机了。要按住8，至少两秒。OK， 又是你，很好啊。我这会有点快，而且飞机技巧还没很高，开起来超难开的。就直线的时候再加速吧，要不然直接加速的又要转弯，可能会吐哎、欸。好，开始放慢。OK，Nice，Very、okay, good。偷吃布。Nice。OK， 待会见。Nice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继续飞啊，直升机，哇，我的最爱。哦，真的是直升机了，那不是太好了吗？继续上升，哇，好紧张哦，第一次飞这么高哎、欸！直升机我最会了，飞机就算了吧，飞机对我来说有点太难，虽然很好玩呢。放开 W， 按住 哦，好，45度了，还要回那个回光圈 ，OK。要不是这模组前起来，真的不太可能会碰到直升机跟飞机，呵呵，只能去机场偷了。Nice， 记录。贪生怕死的我，玩一个就记录，那是当然的。接一个要花很多时间呢、欸。OK， 幸好我先记录呢。哎、欸，刚开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连上个直升机跟飞机都有点难度，是不是啊？一直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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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当了。
每开一次当一次是怎样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再一次我就直接把魔族整个拔掉，你信不信？我就直接过关，直接过给你看啊，那么简单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你没机会了。欢迎回到正常版 GTA SA， 今天我们要开飞机度过我们的浩劫。哇，没当也太夸张了吧！坠机，耶、，Easy Peasy Lemon Squeezy。哦，这个就有点难度了，反正一直按就好了，子弹又不用钱，怎么就一台没炸到 ？Nice， 我觉得按 Ctrl 比较好，因为它射机枪就自动瞄准，这样不用那个射火箭炮那么辛苦。OK， 结果始作俑者是随机模组，我就会大爆笑。等一下卡到了，没牌吧？啊，硬牌 OK， 继续啊，我不怕啦，怎么怕呢？又不会当，这样还能当？我哭笑不得。然后这个是地狱大回旋，快按下！哇，好刺激哦！这时候第一人称就有用了。Nice， 铜滚滚哦，好没事，我知道。大翻转，保持水平并向第一个光环前进啊！好，光环呢、啊？光环呢、啊？啊，快要进去的时候 A 反转哦，好，酷吗？快按住 A， 好，干，坠机。Mission fail， Mission fail。耶，原来我刚刚都按错，我以为第一个就要先转一圈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，我这样方向会完全错乱。啊，过了，最简单的，这个我试过很多次，那个混乱模组就是喜欢把我丢到这么高了，没有更高了，这算矮的，崩康。按下收起你的轮子，我哪有轮子？不会碰不到吧 ？Oh no! Oh no! 啊！开太慢了，降落伞。35啊！算了，管他了，我才不管这么多呢。Yeah! Motherfucker, let's bounce！ 过关了。前面我虽然很想装着模组过，但是他连让我进去的权利都没有，一直把我推出游戏。你觉得我会开心吗？好，这一集就这样咯，我们下一集继续用模组玩哈，反正下一集还有开好玩飞机任务，妈的托雷诺，好，拜拜。